板凳白粉 meeting， 今天这位来宾不是别人，他是潘玮柏，欢迎。波多野结的时候，狐狸有排队，他排队跟波多野结衣合照，从来没有。波多野结有来我们节目，他是谁？有波多野结衣啊，你不知道？在装啊！我真的不知道。OK， 我真的不知道啊。我呢？那个摄影师都下来，我呢？有空也下来排队。他演爱情动作戏。对。我呢？你在忙啊？你在外面探景。没遇到他，算了。哎，你们平常会聊这样的话题吗？很少，很少，很少。那我们平常都聊什么？聊他的 DVD 啊，你们干嘛、啊？他出来几分钟，他 DVD 作品都不想好好介绍一下。波多什么李哥什么东西啊？波多李哥，李哥多，李哥多。波多李心洁啊。没有，这对我发 DVD 了，恭喜，掌声鼓励。就是一年前的这个小巨蛋演唱会，就是您本尊有来到现场的。哇，他穿那个大皮草啊，对对对对对对，重点是因为太夸张了吧，穿那样。他就最爱干这种事情。我是最爱干那种事情，没错。但是怎么了？十四 G HD 拍摄，我其实不知道有几 G， 但真的蛮多的。然后因为其实我们蛮希望可以拍法有点不太一样，对，剪接方式会有些不太一样。不是听说你本人也亲自下去剪接？对，有很多东西都自己剪接，把所有器材都搬到家里，把小猪都剪到，都剪掉了，都剪掉。就是其实那次小猪就是非常有义气啦，真的，因为他一直骗我说他不会来，对，那也没关系，不来。很正常嘛，因为大家都会忙。然后因为那段音乐停掉的时候，嗯，你在演唱会很明显看到我是整块炸掉了，我炸掉了。对啊，结果听到会播，我来听你了。不是，他的那个炸掉，我在来彩排，我们没有彩排的。对，我在前柜彩排。哦，在前柜彩排，我因为他导演是我朋友嘛，我说哪边要停，他唱那个小丑的时候哪边要停，我停暂停，然后我就让自己升起来，快播。我要听你的，他耍帅耍超牛的，五四三二，我是小丑，你说，对，我是这样彩排，真的很有心，真的超有心。所以当下有感动，当然非常感动，因为那一段其实大家看的话，其实我特别想，因为还是有特技要做，其实我还是心里很忐忑，然后怕会再发生什么事，但他出现，我就整个人。豁然开朗，定心丸。而且我出现之前那个表情，他就 everybody dance。哦，对。那音乐整个停掉，吓。因为那边应该是音乐最澎湃的时候，所以我的动作是最大，叫最大声的时候。And everybody dance。没没。突然间，突然间，气人，你知道吗？就突然一个快播。余祥全呢？你啊？余祥全，我来听你的。超久了，我不知道你到底要讲什么。而且他整个就是很夸张，这些精华都收录在 DVD 啊，真的吗？对，都帮你剪进去了。所以陈琳、蔡依林都有，陈琳、蔡依林、杨林都有，蔡万林、快播也有，杨林也有，想看。哇，那我们先看一下这个 VCR 好不好？好，看一下，看一下。
台北的朋友们 ，Are you ready? Let's get hot tonight. 潘玮柏这次推出演唱会 DVD， 这场演唱会经历波折，韩帅因为奋力彩排发生意外撞伤头部，隔了101天才再度站上小巨蛋的舞台。而为了完整呈现这场精彩绝伦的演唱会，潘玮柏花1年的时间检查所有拍摄内容，亲自剪辑最完美的画面，为的就是要精彩呈现给所有人。为他站台，再让这场演唱会更添话题。And everybody dance！ 潘玮柏，我来听你了。我时常从你说，但当我一说，却我错了没有用，等不及的爱动。我时常从你说，你不懂我不说，谁要精彩要自己，世界不能没我。我时常从你说，你看着我，你说谁要精彩，没有我，等不及的爱动。我时常从你说，你说我说，谁要精彩要自己，世界不能没有我。唱跳歌手。真的想要到现场去品尝一下，很精彩，很感动，非常特别。练那个现代舞，现代舞，因为我在躺在地上，然后跳一些比较现代的。哦，对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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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印象。他有去看了、啊，有拍到你在里面，有把我剪进去吗？有，我们帮你打柔光，柔光，然后闪闪发亮这样子，真的，真的，直接，直接撞我，我也要 hip hop。我要 hiphop， 要参与，吓我一跳，我要参与，那一刹那我不知道该前进还是后退。之外，其实在今年也做了蛮多事情的。今年其实拍了一部戏，对，然后参加一个真人秀，闪亮的当了一个国民爸爸，对，国民爸爸是算是尽量去努力做好父亲的角色，但是实在是有一点困难。怎么说呢？因为小朋友他毕竟你看他出生到3-4岁，他没有他，你从来没有出现在他的世界里面，对，你突然要去告诉他怎么做事情，怎么教育他，他其实他为什么要听你的？是，说真的，他为什么要听你？所以那个中间那个过程，我们录了一个多月，真的扎扎实实住在一起一个多月。然后呢？最后面结束之后，就是说就觉得应该暂时不会生小孩了。有没有几度真的很想偷走？爸妈有在现场吗？他们的爸妈？他们好像听说是有安插在某些角度偷看，但是我自己本身不知道。哦啊、之后你们结束了这个节目之后，会有感伤的感觉吗？会哦。他看到你最后离开的那一刹那，哭爆！哇，我真的，弟弟也哭爆吗？那小孩哭爆吗？哦、那小孩没有哭爆，弟弟哭爆。小孩有没有哭爆？弟弟应该也哭吧。他其实是内心非常丰富的，感情非常的丰富，他可能不会跟我一样，有时候不会表现出来，但其实内心是非常的，对一个人会有感情的。嗯，对对对对对。还有联络吗？有。留微信吗？没有。他那么小。潘哥哥，你在干嘛呢？我有招待他去我们那个上海的面店吃饭。
就吃对。你在上海又开店了？开面店了，对。哇，这个是哥哥，我纯粹爱吃啊，纯粹爱吃。啊，这生意做得好，你知道吗？真的，太厉害了。好，下次去报你名字 OK 吧？可以啊，可以啊。有打折吗？啊，对啊，有没有打折？当然有啊，你们报就绝对有打折。哪里哪一家店？都只要你的店，我们进去都有打折吗？哎，尽量，你跟我讲一声，一定都没问题。是哦，好不好？这个伊甸园，请他一定要多多来支持一下。而且伊甸园取得很好，我说我朋友有几个要去看他的那个演唱会的时候，刚好去便利商店。我说你等一下去哪？我要去伊甸园啊！啊，店员说啊，找我什么？不是那个店员，是伊甸园，伊甸园。好，没事啊，那走，我们来进行，我们来问一下，我们来看一下。你怎么了？潘玮柏，我想要问。唱跳王潘玮柏，我想问，这么多的唱跳歌手，在你心目中的唱跳王是谁？哇，唱跳歌手不多，对，对不对？但会有一个就那几位喜欢的啊。对，在我心目中其实有蛮多是符合这个唱跳的。嗯，当然从郭富城，必须的，必须的，他的风格，他演唱会里面也有唱这些致敬，对对，然后当然罗志祥，是不是？对不对？当然还有潘玮柏，不讲自己不行吗？对，没错。如果我真的要讲的话，就是以唱跳这样来讲的话，我觉得跳，小猪，唱跳的唱是我，你这样分 OK 吧？那请问郭富城分配不？没有，我这样不是说能力，是比较，就是你知道 ，focus 在哪一个？可是你是 rap 的呢，所以 rap 也是唱，念说唱。不，说唱，他是饶舌呢。没有。曾经的何时，我没想过会有这一天。为什么都是这样子？对，为什么你动作这样？你知道，就这种东西是 rap 跟唱之间游走的。哦。可是他这次够了，有 rap 哎。对啊。对，我知道啊。小心啊！没有，我现在只是讲嘛。如果以唱跳来讲的话，跳我觉得就是在所有唱跳歌手，我觉得他跳最好。哦，对不对？哎，我跳的灵魂有缺陷啊！因为他就是擅长各式各样的舞蹈，像陈晨哥，他就是郑国成，对不对？加道菜。不像哎，陈晨哥他还不像啊，我们要学啊。他的唱跳风格又是另外一种，就是比较你也知道吗？舞台性的舞台秀那种。那我觉得是我在诠释快歌方面比较各式各样曲风的快歌，我都可以去诠释，所以我觉得是这样子，不错。各有各的，这讲可以吧？很好啊，很好啊。唱跳歌手都已经那么少，还要彼此竞争干嘛？对啊，我们要都有彼此要各有各的长处。是的，惺惺相惜。是的，下一题。人气王潘玮柏，我想问，如果杨丞琳跟罗志祥同时约你去吃饭，你会选择去哪一个局呢？杨丞琳呢？很明显的，他就会不，我当然去你的局啊。为什么？你好快就决定了？不是，我跟陈琳每天就是互相讲对方坏话，那这没有，就是哦，那就是他虽然是女生，但他很像男生，或者对，然后就是跟他聊天，那个潘玮柏你很胖，潘玮柏你很丑，哎，那什么，就是每天就是讲这种话，真的。对，那我们两个就会讨论一些一样的东西啊，然后好玩的东西啊，然后音乐要怎么弄啊，对，或者什么。所以陈琳的局不去。看看吧，可能去一下，五分钟就走了。去一下，去之前先拨电话给我。哎，待会差不多15分的时候，你拨电话给我说有急事，然后我就离开这样。我就去。哎，陈林耀，哎来来，哎等我电话。什么？有急事？OK，哎，我先出去一下。这个见完了。那就是陈林，当然我跟他出去很开心。但如果真的要选的话，就应该是跟小猪了。对啊。真的，哇，你在他心中地位很高哎。我也会选他。真的。OK 啊，下一题。热血王潘玮柏，我想要问，你做过最热血的事是什么？那接下来还想要做什么热血的事？热血的事？做什么热血？其实我算疯狂的人吗？我完全不算。我其实完全，我是个还蛮有包袱、冷静，蛮对，就是会比较担心的。然后跟朋友说，走，我们就是玩一个，就是。穿件内裤，然后去便利商店买东西，不可能啦！他不敢，不敢，我这个我敢。我小时候，现在呢？现在敢，除非你画的不像我，我就敢乱出去。我比较从小到大都是比较矜一点，很规矩的。对，就是从小到大比较矜，可是你毕业照的头发发型不矜啊。
长在讲什么？帅啦，他毕业照戴个眼镜，就是像北韩总统那样。这么特别啊？对那发型有够时髦的。那个时候很红哎。你很红啊？那个时候你跟林志颖都留那个头啊。但是你那个头是留错了吧？你那个年代，你年代留错了吧？没有啊，就是因为我的头发是卷的啊，所以我想学他们侧，就是叫中分、啊。那你们中分都会就是这样子，对不对？那我中分就是卷起来，所以这样没办法、啊，我头自然卷太油。那现在怎么可以直直的？现在烫直啊。哦，是啊。我还染黑烫直，因为我头发就是太白，全都白发。对，全都白发。我全都白发。现在？对啊，我要染黑，染黑。你是今年开始才这样吗？没有，15岁就都是白发。少年白、啊。对，少年白。对。那你眉毛该不会是染的吧？我眉毛不是，但我一毛是。不是啦，稍微想，眉毛不是。你欠了他一毛那。怎么啦？卷毛，卷毛，卷毛，当然是黑的，黑的。我好想探险他的江狗、喔，我的江狗嘞，英文变好了，江狗很简单啊，江狗到底是白还是黑啊？变灰 ，OK， 好，下一题，勇气王潘玮柏，我想问你有勇气跟主持人 PK 俄罗斯电笔吗？俄罗斯电笔就是有这么多支，但其中只有一支是有电的，然后你要抽签看是跟小猪还是我 PK， 看谁按到电笔，就要抽签对吧？对啊，就是两个啊，这样，两个不会两，这样我们先检查签，好不好？我不会我们两个都小猪了，打他们！小猪啊，小猪出来了，另外一张是关键哦，好，公平、公正、公开啊，谢谢，谢谢。哇，哎，两个要卷一样啊？会的，不能这样子，你们兄弟哎。好了，来，好紧张啊！小猪，小猪，砍了，砍了！小猪，这是什么？砍了！哇！没什么好怕，没什么。马上进行的是俄罗斯电笔，谁先？女士优先，男士看看，你站这边，刘波站这边。我跟你讲，我先帮你挡两枪。真的？你直接按两支，对。你怎么那么 man？ 你好 man 啊！对，按到要有没有处罚？按到就电，按到就电他而已啊！你好 man 啊！你直接挡两只啊！好了。哎呦，电到就电到了，不能演哦。看不出来，完全看不出来。一样的。按了这个没事。啊，别放进去，放进去，放进去。很紧张哦，如果他每次就按两个。啊！没事啊。剩下四支笔。好紧张啊！哪一支笔？你也太紧张了！哪一支呢？俄罗斯。太紧张了！冷静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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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冷静！你不要再吓我了啦！我现在很紧绷，我很容易受惊吓。你干嘛？好可怕哦！哇，到底是不是那俄罗斯电笔降落谁家呢？没事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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剩下三次机会，好险啊！潘潘，哪一只呢？都不能再量尺了。啊！啊！没事。哪里？没有马上对啊。没有没有没有。哎，我觉得你中。脏了，你脏了。Oh my god！ 完了完了。等一下再按好不好？等一下再按，好紧张。明年帮你按好不好？你帮我按，你帮我按。啊啊啊啊！哈哈哈哈哈哈！按下去。Oh my god！ 该不会六只都没事？应该。我都打他们。没那么好的事。不要说我，他把脏话。啊！
是真的，真的，真的。为什么两天这么害怕？一般人反应就是会离开。是真的，有那么害怕？我干嘛弄？你说，我不行。如果你们觉得我骗人的话，要不试试看？我不敢试，哎。怎么那么勇敢？有对不对？有。有吓我一跳，有电吗？有啦，有啦哈，耶！好，怎么可能？韦伯果然是那个胆子王了，胆子王，好不好？但是还是按到那个电笔，是，好吧。下一题，舞台王潘玮柏，我想要问你和小猪都受过金钟奖的肯定，那现场可以和主持人 PK 一下，看谁先落泪吗？演技的，你知道心理有问题啊？为什么？干嘛看我们落泪呢？大家开开心心的，就是一个 PK 嘛，对不对？啊，因为他毕竟他拿过那个金钟奖，对啊，对。但是其实要在这样的环境去哭是很难，对我来说，因为没有台词什么的。像刘雪华大姐可能就唰，对啊，一秒就出来。可是我可能就需要很多的时间。我如果演哭戏，我通常从早上一进去就在培养，我就不讲话了。平常嘻嘻闹闹，一有哭戏，我就从早上就开始培养到。所以导演都那天都不拍戏了，叫他讲台词不讲，没有不讲啊，他要我讲话啊，台词换你接啦。夸张。一天只能演一场，就是我需要给我自己一个环境才可以进去。如果说我没有的话，我可能就不会有感觉。不然还是挑战，还是试试看呢？对啊，试试看，试试看嘛。但是我们可以请老师帮你弹一些你觉得可怜的音乐，可怜的音乐可以帮助到你的情绪的。我就够了，蛮可怜的，够了，很可怜，是够了，很可怜。你听歌打歌，不是老师，好可怜啊！感动的，谁先？你先好了。我先，你一定可以的，加油！你一定可以，他小猪厉害的啦。音乐老师快，这什么鬼片的音乐？气氛也太难了吧！这个天哪！可是你整个有哎，有，而且变超级赛亚人了，好厉害！好，想象我的师傅被敌人打死。谁是师傅？叫我实心雕虫的师傅。好棒！好，换潘玮柏了。哦，这也太难了吧！我的天哪！老师，音乐好了吗？这音乐不太好。是。别的音乐，再可怜一点的。何日有我的何必嘞？而且刚刚观众一转来就吓到，想说他不怎么了。办记者会是什么？我这是办记者会。我要对不起大家，我没有被停车。可以，加油，可以了，快点呐！这样下次我们帮你接戏，至少可以给我真的很可怜的音乐。帮你戏路可以弄一下。对啊，真的很可怜的音乐。对对对，老师来一杯，准备。笑，不行，我现在好想笑哦，不行啊！你主持很烂，你知道吗？啊？你这样工作怎么行呢？这样谁要跟你签约啊？你真的是哦，算了，你嘴变粗了。
头真的很臭，你知道吗？今天没洗头了，三天滴不出来啦。哎呦，很难哦。滴不出来啦。哎，有泪。有啊，可是滴不出来啊。有哎，有泪光，有泪光。哎，干嘛？你干嘛？其实刚刚我也有泪滴，但因为我眼睛比较小，你们可能都要放大一点。来，再放大一点就可以了。好，问你都问完了吗？还有一题。还有一题。哦，请看题。创意王潘玮柏，我想要问你，做过最有创意的事情是什么？可以现场和主持人 PK 一下创意吗？创意，创意，创意。你刚刚不是说他没有想法，所以创意这块应该 OK 吧？可是创意是跟灵感有关吗？这是要比什么？来来来，这个道具。哦，用这个软棒来联想。啊啊啊！就看你觉得它像什么？它可以是什么？对对对对对。好，然后准备。如果是我，他就输了。啊！怎么又是我？怎么又是我？没关系，但是我要看看你的功力到哪里。Oh, OK OK。合理化，要合理哦。好。擀面棍呢？擀面棍不关。哦 ，PK 就一个一个这样。对对对，谁想不到就输。你擀面棍是不是法箍？合理吗？等一下，等一下，合理。安静，它是直的哦。我们要想象它是不能弯的。哦，是不能弯的吗？它是不能弯的。那能弯的话，你玩不玩呢？哦，有好好，警棍，警棍，过关。电击棒，耶！好，有，哎呀，哎，钻木取火，钻木取火，过关。接力棒，接力棒，接力棒，哎，过关，很好。哎，真的吗？切腹自杀，哎，为什么？剑呢？剑呢？木棍可以，好，木棍，木棍可以打自己，对，木棍。加油！棉花棒挖耳朵，合理。刷牙，没有，有点牵强。为什么？棉花棒，棉花棒。古代的时候没有刷，只有那个，就它是这样。棉花棒，棒棉花棒。他刚刚讲棉花棒。我刚刚讲棉花棒。棉花棒。哎，我跟你讲了，真的阿妹，那我不懂为什么不行。拐杖，不是不，好拐杖，好拐杖。牙签，牙签，牙签。OK， 合理。好，牙签可以啊，我牙刷不行哦。哎，我在哎，那个你知道放这里对？哎，以前太阳不是照那光阴，看在几点钟的？哦，有。OK， 望远镜，合理，合理。哇，奥运。哇、wow, ，有，合理，完了，你快说。那个弄鞋子的那个。鞋法，合理。这可以啊，这不行。合理。啊，椅子，你怎么做？你瞎掰啊！你瞎掰、啊，不是？你等人又等两个小时，就坐在那边看。啊，挑水的。挑水哦，合理。举重，哈。哦，哑铃跟举重那种类似，可以，合理。合理。牙力可以，牙刷不行。好，我知道那个，对不对？哎，嘿，什么东西？知道什么东西？就是那个，你知道？对，超香，超刺香素。刺香素。可不可以？你快输了吗？还没。那赶快啊！那个钢管女郎。哇，不是，这个要好好示范才能知道是真的钢管。钢管女郎可以啊，音乐 music go， 不要看什么，钢管女郎可以啊。他刚刚救了我一道，哎，他在他在悬崖下，我救你，哦，我救你，救了一命的棒子，对，救了一命的棒子，树根，咻，火柴棒，冲，太聪明了，哎，对嘛，球棒嘛，加油，他刚说球棒。怎么样？开演唱会合理，麦克风哎，合理。那个筷子。哦，有哎。哎，不能，你不能拿别人的东西。只有一根筷子。哦，一根筷子，哎，就是插的五味的那种的。对，叉子。是的，味的可以。竹签。I am your father。光剑呢？星光星际大战的那个剑，雷光。OK， 雷光四射剑。过关。那个眉笔，合理。
什么 ？Maybe 啊 ，Maybe。Maybe。合理。三种刷。三种刷。血管不行，混了。打死啊！啊，痛！哎，两位不分上下，掌声鼓励一下。玩不完我这个。好，马上进行粉幸运。这个关卡要跟粉丝互动，怎么样可以获得跟你进行幸福小剧场的资格呢？就是等一下我们会播潘玮柏的歌，你们要听前奏猜歌名，看哪位粉丝最快回答，而且是回答正确，就会跟他一起玩。好，准备听音乐猜歌名，老师 Go。哎，哎呦，好快哦，这个来麦克风，对，哎。壁虎漫步，哎，恭喜答对啦！马上看一下到底有什么幸福小剧场呢？打篮球很难呢，你会打篮球吗？不是这样啊，不是这个答案，不是这样啊。对，有一天你很希望能够投进一颗球。你一直一直投，你练了好久好久，你一直觉得怎么都投不进去，直到有一天，玮柏刚好也来运动，你很喜欢他，你说，哎，玮柏哎，然后你说，玮柏，我有一个梦想，我希望可以投进我人生当中跨2016年的那一年，可以投进那一颗球 ，OK 吧？最大的心愿在2015年的心愿，可以吧？好，来，球来了，麦克风啊，哈，接麦克风哦。好，与偶像一起打篮球 ，Action。哎，这边，这边啊！好，你可以进来了。好，进来了。哎，我先帮他捡球啊！哎，你球掉了。妹妹，你球掉了。你在练篮球吗？对啊。哦，那我告诉你，刚刚是没投进，是不是？是啊。如果你想要投进的话，其实最基本就是做插板球。插板球。插板球就是插这样子进去的，所以它插插这样进去，你知道我意思？所以这个时候你要自己找好角度，通常45度角是最好的，离篮筐这边插进去。你这样，你这样打到脸？不会不会不会，这个擦边而已，就是这样刷过去，不会有事情。擦边球，擦边球。Oh my god！ 也低一点啊，低一点。篮筐歪掉了！啊！哇！心愿完成！握个手，谢谢！谢谢粉丝！好，马上进行听歌猜歌名。知道就举手。哎，刚刚这位好像先的，这位先的，来麦克风递给他。来，什么歌名？不得不爱。哎呦，到底是不是不能不爱呢？不得不爱了，不能不爱。到底是不得不爱呢？恭喜答对了。恭喜，有请，请上来。好，到底他们要玩什么粉幸运呢？请看。真人秀重现。哎呦，哇塞，吓我一跳。你们的小孩。哎，长相黑人，与偶像一起哄小孩。对的。好，这是我们两个 baby。待会我们吵架，他是偶像啊。哦。很明显嘛，还是他当你？你希望他当你老公吗？你要谁当你老公？哦，他不希望，那我当他老公好了。那他偶像，好哄小孩。好的。好。老婆啊，我们的 baby 终于生出来了呢。我们要取什么名字呢？我叫红龙红，那他叫红。洪敏，好不好？洪敏，哇，尿，尿了，哈，好可爱哦，被刚刚，被刚刚，喂，知道宝宝，知道宝宝，哎，那我先去拿尿布，他尿尿啊，好啊，嗨，我是路过而已，哎，这小朋友好可爱哦。那叫什么名字？洪明，为什么？哇，几岁啊？我问一下几岁啊？一个月。哎，老婆，我怕。洪荣宏。
你丢？你是谁？不，我你是谁？我刚经过。经过是我家，你经过，我家大门可以经过。老婆，小王，哇，我的 WiFi 都连上了。我的小帮助。双人组合 Dears 相隔一年半后再度合体，发行写真 EP。两人在举办的预告签唱会上，也首次穿上10公分高的厚底鞋，抢跳新歌。直播一开场 ，David 就差点跌倒了，因为这鞋子大概有10公分高，然后我一转身就整个拐到，就是差一点跌倒，我觉得很害怕，但是我心里是想说，啊，好险没跌倒，不然一开始就跌倒，我觉得就是我会更紧张，对，但是也是蛮精彩的啦，对。所以两位平时都没有穿这么高的鞋？平常都不会，我们平常都是穿球鞋，不然就是平底鞋，就第一次就是穿这么高的鞋跳舞，很紧张，对，是个挑战，对。成员 David 主演《我的少女时代》人气翻涨，虽然电影已经下档，但后续的话题仍然热烈，尤其是王大陆的解约问题。而 David 也被问到有没有关心对方呢？是有一个群组，就是 LINE 的群组，我们从拍戏前到现在，大家每天都会在里面聊天说话，所以我们虽然在里面有聊天，但是可能我们还没有时间碰到面，然后聊到这么多。前几天我们也有几个演员有一起吃饭，然后他们还叫我教他们跳舞，所以之后有机会就是可能会有他们跳我们舞的影片之类。大马影帝谢家健今日出席代言，担任甜点店一日店长，吸引大批粉丝前来朝圣。他还贴心亲手为粉丝吃甜点，并表示自己私下对另一半也是这么贴心哦。我私底下会啊。就是如果我是一个可以为爱情牺牲很多然后付出的人，然后只要对方想要吃的话我都可以。谢家健虽然身材超好，不过他却自曝私下超爱吃甜食，每当拍戏压力大或是心情不好的时候，他都靠吃甜点来纾压呢。有时候我拍戏嘛，心情难免会烦躁，尤其是在那个角色里面的话，那我回到家里就会吃巧克力，或者买一些很可爱很好吃的酸酸的那个甜点来舒压。我的 WiFi 都连上了，这小跟着，好像他哦。你谁？我路过，我路过。我家都跟谁路过的吗？对啊，路过哎。不是，老婆你自己讲，这小孩到底谁的？他的。这好像他的是。我蛮确定应该不是我，你再刚刚放个脸一下。还真的蛮像的。应该是你的，没错。掌声鼓励。谢谢满足。谢谢，握个手。好了，接下来下一位，我们来看到底是哪位幸运的观众得主呢？音乐请下。好，来，刚刚那位，歌名叫做《小丑》。恭喜你，请上来。对。来看一下本幸运是什么呢？我想帮你擦护唇膏。凯乐，你想一个。你们是情侣，然后你们出去约会，在阳明山上，天气好冷好冷，然后你们准备要拉鸡的时候，发现就靠很近哦，就准备要拉鸡的前面，发现嘴巴，哎，女朋友嘴巴怎么破掉了？帮她擦护唇膏，好吧？好，哎，哇，这肮脏的思维。我现在帮你擦护唇膏。那我们站讲这边，这边，我们是正面看夜景。怎么看夜景？看夜景，好，准备。Action！ 今天的月亮好圆啊！真的好亮哦。老伴儿。这是我们第45个年头来看这个月亮了。第45吗？45。麦克风。可是我不想那么老哎。你不想那么老？对啊。我也没办法，我们就是这么老了。你越老，嘴唇越干呐。你好甜哦。所以我觉得今天这45年你陪了我这么多苦的日子，
我觉得要好好的帮你护一下你的膏，真的吗？护一下你的唇，护一下你的膏。老板，在这种时候，我们已经很久没有年轻过了，我们尝一下年轻人的做法吧。哇！你要亲他？哎呀，不知道。你要亲他？老板。哇塞！你真的确定？我也不太确定，不要怕，阳明山很更多奇怪的人来。那我们可以选天。年轻人说我们奇怪是吧？哎，衣服穿起来啊！我们没有穿衣服啊。他说我们奇怪啊。对呀，怎么这样？大家都在看夜景的，你干嘛？我们不要理这些嚣张的年轻人。我们阳明山，你们家的去？哎呀，不要让他唱跳哦。拜托记得。小心了，好了，那是哦，不管了，咱们不去。哎呦，哇，还是帮他擦一下。浪漫啊！亲亲亲吻。对啊，亲亲亲吻。不行，你看着的那些。不要提醒我，我会害羞。哇！送他吧，送他，送给你，送给你，谢谢。谢谢粉丝。哇，护唇膏很难买的，真的。来来来，接下来马上进行是本幸运送礼物喽。送礼物抽签。观众朋友呢，手上都拿号码牌，对吧？有的，今天要送的是。今天送的是这个伊甸园限量的这个跟。AJ 合作的这个 T-shirt 可能有点大，如果是女生抽的话，不会，现在女生都喜欢穿大大的，穿大的对不对？对，所以这个也没有非卖品，所以就是特别的才有的。哎，联名呢？对呀，好厉害哦！跟 Jordan 呢？卓人亲自下令说，这是听说史上第一次有这样子的跟演唱会的合作。那为什么可以？他认识 Jordan 呢？哎，卓人认识我。为什么？陈小春嘛 ，Jordan 不是啊。好了，好，来，请抽签。谁那么幸运？十四号粉丝，十四号哪一位？恭喜你！来，请到我们台上来，麦克风拿着。幸运的小美眉。所以这件衣服只有工作人员有吗？还是只有？只有我其实只做了几十个而已，然后除了工作人员之外，其他人是没有的。所以观众是没有的。观众是没有，所以这是第一次拿出来配合这次演唱会，希望你会喜欢。哇！有没有那个签名笔？签名笔，你要签还是不要签？要签一定要的，作为一个就说有没有签就不能穿呢、啊？他这里都作为真人场合，就表框裱起来，就像我们以前那我签 Michael Jordan 不用。来来来来来来，这个你叫什么名字？小猪，谢谢啊。是粉丝啊？宇文文的谁？文啊，文静的文不是宇文文的。宇文文上面一个宇，然后下面一个文章的文。哦，对，宇文文，好，文文更有价值了，签上名以后。谢谢你，来看一下潘玮柏的签名，漂亮，来亲手送给他。哦，好，怎么样？你刚才说抓什么？不是，谢谢，掌声鼓励，幸运的得主。那之后有没有什么签名会吗？为这个 DVD？ 有的，签名会看官网，官网，看两个网好不好？看官网，然后都是周末嘛，所以都是周末，台中、高雄、台北。都会有，对，好不好？那这个 DVD 呢已经发行了，那 DVD 的名称叫做是《王者归来巡回演唱会》，《王者归》很长了，那就叫统一叫《王者》，到底叫什么？忍者归来，《王者归来》DVD 演唱会。好，演唱会多多支持，谢谢潘玮柏，谢谢。飞天高，忍者归，谢谢。歇斯底里的曲线，方向只有深度，方向无意识催眠。真的是我配，让你身上尽是我配，让你身上有坚强。我配，我配，跳累，我配。哎，什么都喜欢，什么都会。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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